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大乔小乔的千白蛇皮肤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了，两款皮肤的方案二成功胜出，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，都一致喜欢女英雄穿的比较少的衣服。除了这两款皮肤优化的消息外，还有一款传说皮肤优化的消息在最近爆料出来，那就是公孙离的奇血灵柱了。这款皮肤上线至今就让很多玩家吐槽，于是天美就优化了这款皮肤的局外模型，主要是优化了公孙离的武器，也就是他手里拿着那把伞。可以看到优化之后，伞的边缘轮廓就更好看了。不仅如此，这款皮肤的回声特效也做了优化，主要是多了一只仙鹤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三款皮肤即将优化的效果如何呢？